权柄，我有样学样，一点权柄都没有，我会被套到监牢里去。好，现在地上如果大家都说不可以走，不可以走，不可以走，可是灵里面天上地上亮红灯，天上亮绿灯，那你现在明白了，可以走，怎么走？飞着走，对吧？对不对？飞上去走，不是在地上走。怎么飞？祷告就是飞，祷告是飞着走，不是在地上爬着走，也不是地上开车走，是飞着走。弟兄姐妹，地上常常都是在亮红灯，不准走，这里不准走，那里不准走，那里不准走。可是呢，天上给你亮绿灯，那要怎么走啊？怎么走出去呀？我昨天就说都不能走了，那我就要回到家待着。不过昨天有很重要的活动，我一定要过去，所以我无论如何要走出去。我就祷告主啊，我要怎么飞过去哈？因为他每一条路都给我挡住了，左右我们这个区域的人都不要走出去了哈。那我怎么走出去？不过呢，上帝后来让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走出去的路哈，那么我就走出去了哈。那这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事情，可是在灵界里呢，传福音呢，大家都说这个人呢，你要跟他传福音呢，你白费功夫哈，太难了，多少人都想传福音，都给碰了钉子，给他骂回去，甚至给他丑化。你想跟他传福音呢，你有什么本事？你口才有多好？那你关系有多深？都不可能。可是呢，有什么方法要来跟他传福音呢？哎呀，飞的啦哈，飞的啦，哎呀，就是用祷告。地上的此路不通，这一条路不通，这个方法不通，这个方法不通，这个方法不通，就用飞的。所以你有为这个人祷告过吗？你有为这个人在主面前提名过吗？你有问问神说怎么样把福音传进他的心里吗？你问过吗？如果你没有问过，那你就闭口哈，暂时闭口不言，然后口指向上帝开，不向人开。上帝啊，该怎么飞呀？怎么飞过去？飞越他的阻挡，飞越障碍。刚刚讲了，人都是阻挡，不是人阻挡，是撒旦阻挡人来接受福音。这么简单的真理，是撒旦阻挡人接受神的爱，不是人来阻挡你，是撒旦阻挡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晨祷弟兄姐妹多有福啊，天天学飞，带我飞，是不是？神给我们的意向使命，哎，你以为这是绿灯，我要走，可是天上说红灯，为什么？还不到走的时候，上帝没发命令你走什么？对，它是一个要走的路，不过上帝说慢，我没叫你走。地上好像大家说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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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上帝叫这个人先走，没叫你先走哈，叫你后走。所以我们要聆听圣灵的声音。你以为大家都走，一票人全部去了，他刚刚讲了特会我们不反对，但是一直跑特会，这一次一病布道大会看这一群人得医治，下一次一病又来了，你会发现早年我跟何牧师带着同工到处参加特会，结果发现怎么上一次这个人得医治了，怎么这一次又是他走到台前，下次又他走到台前，每次他好像演戏一样的哈，扮演一个病得医治的角色，可是怎么老这个样子呢？当然他不是演戏，他是真的。但感谢主，他还有机会再来特会，再得医治。假如他回去之后老样子，又是回去之后又给鬼附了，那怎么办？再没特会了怎么办？耶稣就来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是一个鬼进去，然后呢，耶稣赶鬼出去了，最后七个鬼，然后没机会赶鬼了，那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嘞？对吧，往掉下去了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是一票人通通去叫做地上的红灯你就非去不可哈。天上地上亮绿灯，天上可以亮红灯，所以天上地上是不一样的。天上地上是不，我这个信念呢，我已经领受了超过20年了。我以前就讲过给一些人听，可是我发觉很多人听不懂，我就不讲了，因为这是天上的事，这不是地上的事。那当地上大家都一票人亮红灯，亮绿灯，好像亮绿灯，好像大家都说是绿灯，走走走走走的时候，
我觉得不要走哈，可是呢，好像有点孤立哈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得不能得人心哦，不能讨好人哦。可是神说不要，我没有反对，你们去吧，但是我不要。好，神不要就不要，就天上突然给我一个亮个红灯，不要我就不要，我非常清楚我不要，我就说你们去吧哈，我没有反对你们哈，但是因为人生阶段不一样，学习阶段不一样，我宁可把这个时间，因为该学的我已经学过了，你们还没学过，所以我把这个有的时间去做与那其他的人同得基业，我已经得的基业，我让更多人跟我一起得基业。那你们呢？已经得基业，只是还不够成熟，想要更多的领受。所以人生阶段不一样，但是人们的看法会不一样。我都这么属灵了，牧师怎么不去呀？师母怎么不去呀？没我属灵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叫大错特错啊！所以千万不要成为属灵的瞎子。瞎眼领瞎子一起掉在坑里，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地上的绿灯，有一个天上的绿灯，不过有的时候是同时亮，有的时候是地上亮绿天上亮红，有时候地上红灯天上也是红灯同时亮，有的时候地上红灯天上是亮绿灯。前一阵子我们就经历到天上亮大绿灯，地上亮大红灯，结果发现怎么搞的，撒旦魔鬼就趁这个机会哈，在人不明白天上亮大绿灯，上帝大计划，上帝大恩典，上帝透过晨祷给我们的大祝福，可是地上的人呢，因为在走地上的路，劳苦愁烦的，以及教会的事工多，还有事业忙，就变成了看事情都是看红灯。对啊，这么忙了怎么可以做教会，没做好怎么可以做别的，这里哪里可以做那里可以，好了变成这样，真的不怪哈，是天上亮大绿灯。可是我跟何牧师真知道这是属于神，真知道，特别是我真知道这是晨祷的祝福，晨祷的祝福。哇，我真的不晓得要去怎么解释这件事情。昨天是一个小小的影子，我已经写在我们小微信群里，还有好几个我还来不及写，因为昨天晚上太晚了，我已经忙一整天了哈。昨天离开这里之后回去一下子，结果呢就塞着，后来我就终于出来了，到达我要到达的地方，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大恩典的地方。那么牧师有一次在台上也提过一次，不过不太敢提太多，因为还有很多人的眼睛没有打开，很多人眼睛没有打开，就好像现在你跟人家传福音，那人家眼睛没有打开，他会不知道耶稣宝血，他会不知道主的名字，他会不知道主的恩典，一样的道理，就是他的眼睛没有打开之前，你怎么讲都没有用，就好像封闭的哈。那我就不怪了，就是也许神容许地上暂时是亮红灯，天上亮绿灯，就是意思是只给牧师师母先飞，以后再带人飞。为什么现阶段不带你们飞，在这条路上不带你们飞，我就慢慢明白哦，为什么地上一直亮红灯，不能怪任何人，乃是上帝有阶段性。我昨天下午才更加醒悟上帝的阶段性，因为我昨天也不知道是会是怎么光景，结果呢陆陆续续我才了解，如果大家曾经去参加过有一次陈宪家刚刚买了新房子，然后请我们去 barbecue 那天，哇，从中午一直到天黑，那个一波一波的人来哈，一波一波的人来，然后呢好像东西永远吃不完一样的哈，哇，他们不断的烤，烤的人开心，哇，那个食物怎么搞的都吃不完的感觉，最后还剩这么多，可是也吃得很开心啊。然后每个人坐在那边呢也不要干嘛，就是聊天讲话，然后呢一起谈的是也都是神的事情哈，就很开心。然后呢我昨天看到，哇，你知道那个草地上这么多的小孩子，这个家庭里呢，一个个家庭有的三个，有的四个，有的两个，各个族裔的都有哈。因为昨天是假日，通通没上班，通通把小孩带来了。可是小孩在一起会抢玩具啊，会打架呀，会干嘛？不是的，你可以想象到，在以赛亚书里讲到主耶稣要来，将来在地上的千禧年国的时候，那个狮子老虎哈都不会咬人的哈，小孩子都跟他们玩在一起，在草地上的感觉。昨天我眼睛这样看过去，我正是心里发出这种说，哎呦，这些孩子们这么开心啊，我进了这个游泳池
前两天我女婿把游泳池整个掀开，想要赶紧把游泳池给清好，趁他们昨天来可以有地方游泳。结果掀开之后发现里面全是污水积水，你要做消毒，要把这么多的水给刚刚掀开，又一场雨，就水更多了，要把它整个清除要费大功夫，根本来不及。他们已经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我也是，我来来去去，然后呢我一个人从地下室，从我家搬了椅子放上，我跟我儿子换一下车子，因为我大车坏了，我是小车，我只好换一个 minivan 换放车上，我搬去搬了一趟又一趟。我女婿问我说，你的椅子哪里来的？我说从我家地下室拿上来的。我说以前教会在用的，现在教会换白色的，那个椅子就用不到，所以在我家占我家的空间占了好几年，都走没有地方走路了。你知道这么多的椅子丢也不好，送也不好，就变成了一直放在我家占我家的位置。昨天当我看到每一张椅子都派上用场，每个人坐在椅子上的人都这么开心，地方还这么大，还可以放更多的椅子，哎呦，我说神啊，终于等到这个时刻了哈。然后那孩子们高兴的，我正在觉得主啊，哈利路亚，我这一下你们过奖两天你会发我的英文啊，突飞猛进，我这一下我不讲英文都不行，不聊天都不行，然后人家还叫我为他祷告，然后我就说我英文不好，他说没有没有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说我英文不好，不要，你讲得很好，我都听得懂。然后呢祷告完了之后，他问我你是不是第一次用英文，我说当然不是第一次，不过呢不常用哈、啊。哎呀，我的英文一点突飞猛进，西班牙的啊，这个讲反正就是各族的，让小孩子，然后韩国人、西班牙人、中国人，还有一个会讲中文的那个印尼来的啊，一直扒着我说话，因为没人，他发觉终于有人跟他讲国语了。他的女儿是会讲印尼话跟英文，那他的女婿呢是第一个到我那边的房子来看，带了一个工人来看如何装修，然后那个工人呢用很便宜的价钱来估价等等，然后他就秀给我看他家的照片，那个工人给他做什么什么，然后那个妈妈就一直跟我聊天啊。总而言之，哇，昨天整个的下午天气应该很热才对哈，阳光明媚。然后我看到我的小外孙女才1岁半呢，平常都抱着放下去怕她摔跤，坐椅子也怕她倒下去，对不对？我女儿好像可以不用管她，洋灰地草地1岁半呢，她在那个洋灰地上跑跑跑跑跑，这么快的速度我都怕她摔一跤，然后跑到草地上是一个下坡地继续跑，前面就一个韩国的一个姑娘就这样伸着手跑得很快，砰砰砰到他面前就跳上他，给他抱上。我想他们韩国人常常抱他哈，所以我抱他还没那么顺，他们就跑过去，哇，也没摔跤。我就问我女儿，我这个今天晚上美美一定睡得特别好，她今天跑来跑去。然后呢，因为我的大外孙啊，外孙，哇，因为都是小大朋友小朋友嘛，他除了一个，他成了一个招待人的人了哈，他才4岁啊。哇，就突然啊，东西都是他的，我带去的玩具都是他的，他就全部开始跟别人。你知道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教育，他的主日学告诉你要分享，你要到了分享的时刻才知道你会不会跟人家分享。哎呀，我说，然后呢，我正在感叹，觉得美好，就一个会讲西班牙话的口音的人过来跟我说，他说，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到了天堂。我说，你这人真的这个感觉吗？你为什么有这个感觉？我说，不是因为环境这么美，当然环境也这么美，天堂一定比这个美。我说我也是这个感觉，我觉得今天我们到了天堂会看到各族裔的，不是只有华人或韩国人，对不对？会看到各族，而且当然了，天堂到底是老中青都有还是都是年轻的，但是至少那个心，我们每一个老人也像心。我原来以为昨天下午全是年轻人，是跟我女婿带的年轻人，我去了才知道，我女儿说，妈妈不是都是年轻人呢、啊、还有老的呀，啊，就是中年的啦，那都是妈妈级的 啊。结果当我坐下来他们跟我分享，哇，好像每一，我觉得我英文真的不好，可是每一个都说好喜欢跟我说话，好喜欢跟我说话。那就这样啊，今天就跟你们略略分享到这里哈、啊。就是昨天呢这个美景不是只有给这些讲英文的，同时我一定会带你们去的哈、啊。那我说跟我女婿说，哎呀，下次要来 barbecue 你要服务啊，没关系，没有 barbecue 也没有关系哈，我们随便带点东西，不吃东西也没关系，在地方可以唱可以享受，等到游泳池好了之后大家都跳下水里去。后来
马上就有人说，我就问我女儿，你们一年受洗几次？她说一年两次。那为什么一年只有两次？你们教会这么大，这么多人？她说因为受洗的时候很麻烦，要放水，要配合时间，要开会，她说很麻烦。我女儿自动就接了一句话说，以后就在这里直接洗了。哎呀，游泳池一搞好，马上传完福音就不动下去就受洗了。哎呦，我看我女儿平常的信心还没有这么直接哈。昨天大家都像活在天堂里，我昨天是来不及哈，我想说跟你们打打电话，但是没有车子带你去，我也白打。秀兰姐妹打电话进来，我说叫你女儿现在赶快开车过来，现在这个场景每一个人都会感动的哈。他说我现在过不去，我说我也过不去，算了，改天吧，我们华人在地方再来赞美。而且你放音乐放声音，边间的根本不影响，马路边什么都不影响，你放什么声音都不影响人这么多。我就算算看昨天停了多少部车子，超过30部，还有空间，人要提早走还走得出去，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多管用了。如果今天就算我们在Flushing有一个房子大一点的可以接待，至少停车是大问题，对吧？没地方停车。今天在长岛一些地方，人家的院子如果没有那么多停车位，有房子可是没有停车前面，哇，我们那里简直就是连双的停车道跟这个靠边的草地，反正都已经停了30部车，还可以走得出去。提早走的人，因为他是陆陆续续来嘛，所以他变成有的人要早走晚走都有嘛，后来再来的人，所以他双着双向停车。哇，我说神啊，我见识到了，我们想过说这里至少可以停30部，可是还不知道停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。想过这里可以 BBQ， 可是不知道 BBQ 会有多热啊。想到这个地方可以摆，就我女婿摆了那个棚子哈，哎呦，摆起来了。我说哇，这里经常每个礼拜都可以招待人哈。然后呢，五个马房，政府却只容许如果要养马只能养两只动物，那为什么要五个马房？然后我说，我正在讲的时候，那个一个老外说，那为什么要五个马房呢？我说那不是给马住的，是给我们年轻人办一个小型退休会住的。对不对？所以就这样，希望弟兄姐妹，我昨天发在群里面的，你们看到的时候不是只是让你们看了流口水而已，是要你们祷告。因为我没有经过昨天，我心里只是一种盼望，我经过昨天之后，我心里是落实。哇，神啊，将来的工作，我虽然我女儿女婿，我女儿告诉我昨天她5点钟就起来忙碌了，摆置啊，忙碌。前一天傍晚还下了一场大雨，我把椅子拿过去他们也不能摆，结果昨天清晨他们5点多，我女儿女婿就起来，小 baby 还在睡觉，就忙一整天。开心不开心呐？开心呐、会觉得累吗？当然身体会有点累，可是灵里是非常开心的。所以我在这里补充，就是早一点告诉你们，你回到中国呢，为我们这里祷告，将来有任何宣教士来到纽约的时候，一定不会觉得没有款待他们。因为那个地方只要任何人一去，就觉得你在款待我，你在恩待我，好，你在招待我。然后呢，那个地方要 BBQ 也没花多少钱，要订餐也没多少钱，如果通通不订了，我跟一个西班牙说，我说就在这里开车15分钟，一家 Chance Buffet 店，中午连税金缴费全部加在一起，一个人才10块钱，而且那个肉没有肥肉，虾任你吃啊！我跟何牧师太喜欢那一家了，那一家老板也太喜欢我们，因为我们常常带客人过去啊，造访那一家。我上一次韩国访韩团回来，我把韩国访韩的这些众教会的牧者通通倒到那边去，25个人，当付账的时候只付了250块，太便宜了吧，大家吃的宾主尽欢。所以我说我们就算不 BBQ， 我们就在里面吃完了带回到院子来唱诗敬拜赞美神啊，将来这个地方有多少的灵魂在那里，主你开他们的眼睛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然后让我们罪得赦免，让我们同得基业。所以我们在一起做个结束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多占了一些时间，我们在这里大大祝福秀林牧师，主啊，他带着传福音的使命、意向、负担、目标。我也是走到哪里，不论是各个族裔，过去不太敢对其他的族裔，是因为觉得
语言虽然会讲英文，可是还是有障碍，因为平常都没有操练。祷告也是，一有西方人说请我祷告的时候，难免好像心里就会迟疑一下，因为没有操练。但是主，我们国语天天操练，就可以将神的信息、将神的心意带出来，将祷告的灵给眺望起来。主啊，若是我们在语言上面突破障碍，主啊，我们传福音的领域抢救灵魂的结果将会是如何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呢？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为晨祷每个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听到我们今天分享的，还有会刻意打开视频来思想的，主我们都求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祝福活水得胜教会里里外外上上下下。更感恩的是，昨天我们的中心同工陈开明的女儿婷婷，当我到了那边，我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婷婷啊，恩恩把她邀请到现场，主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婷婷也跟我聊天讲话，我看到，我观察到婷婷的眼神，婷婷的感受，她也在观察这四周环境的一切。我相信我的内心感觉这里像天堂，她的内心一定也有同样的同感一领。求主施恩赐福给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同工啊，特别是陈开明弟兄的家庭，他的三个孩子，主啊，我心里有祷告，以及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祷告，主啊，不单单哦，主啊，我们要在这里同得基业，同时孩子们一个一个的都要翻转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真的成为神所使用的家庭，所使用的器皿。谢谢主垂听孩子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